雪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，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转冰霜为酒中，此别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劈开家天尽休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一马震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转冰霜为酒中，此别一别就如何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会是那大魔墓穴的入口处吧？大魔墓穴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我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。这门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金书。啊，杜兄，你别跑啊！说不定里面有好东西。现在门刚好开着，不去白不去啊！玉兄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现在还不想离开九州。放心，我已经探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气息从门中渗出来，只是这两扇门的威势比较强，里面应该没有危险。没有危险？嗨，叶兄说的对，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能错过呢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那你来打头阵吧。你打头阵，我断后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打你打。你打你打。我也一起去吧。一起去呗。哎呀。走吧。等等啊，我也一起去吧。就你们几个人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不凡，你暂时先和其他弟子在外等候。明白。可是这个门该怎么进去啊？我也地道，看来这就是入口了。咱们进去吧。大家跟紧点，千万要小心。月兄他又诓我，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没有危险啊。叶兄，这里如果真的是大魔墓穴，那我们会不会碰到鬼啊？怕什么？我一身正气，哪个妖魔鬼怪敢近身？你们真的不觉得这里很诡异吗？妈哟！等等我！峰主，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还是什么都没碰到，更何况这条路一直往下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要出九州的路啊。怕什么，来都来了，不下去看看怎么知道。夜雨，嗯，我们确实在这阶梯上走了很久了，你要不要用地象阵感应一下？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很近了。夜雨，你确定吗？你就放心吧。你就放心吧。果然是有异性没人性。
冷死我了，哪来的风啊？越往下走，脑中的金书就跳得越厉害。下面应该快到出口了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地底下居然有一片海啊！这海水毫无波澜，看起来有些不对劲。我们走近些看看。奇怪，这海水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夜雨啊，我曾在藏书阁里看到九州之下有一片海，就是黑色的，据说可以吞噬一切活物。吞噬一切活物？吞噬一切活物？那这里肯定没有什么危险了，大家放心，只要过了前面那个。什么？什么声音？这声音怎么飘忽不定？到底是哪来的？飞过来了！还我魂来！还我魂来！真的有鬼啊！列祖在上，多多保佑儿孙，不然你们就要断后了。这个时候就别在这里拜来拜去的，逃命要紧呐！等等，夜雨，你看那是什么？竟然是传说中的麒麟！这么强的实力，肯定超过天人界！大家小心！九州之下竟然隐藏着这样的强者！不管他们，趁现在这个机会，我们赶紧。就是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跑啊！这家伙溜得真快。夜雨，小心别被他们的战斗能量给波及。啊！还我魂来！这么快就来了，小心！夜雨，来呀！哼，小爷我有200多斤，有种就把我吹飞！这是道痕。我快撑不住了！坚持住！不行，我得赶紧想想办法。有了，试试用造化诀分解这灯边的道痕，果然有用。叶兄，我顶不住了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。